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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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给大家发了一个有关于当人品的提纲，因为我们现在呢，我们发的这个教材，这个大纲啊，显得比较复杂，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个比较简化一点的提纲科判，事实上就是相当于现在的目录。这个目录呢，如果太复杂了，有的时候啊，我们在看的时候呢，还是不得要领。所以提纲目录，就是尤其对我们现代人来说，需要一个比较简明一点的这个提纲，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去了解和掌握我们所要学习的这一品的这个要领。我们昨天讲过这个安忍品，它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包括这个两大部分的内容。一个方面呢，就是要这个帮助我们了解思维的过放和忍的功德，你看这是第一大点。第二大点就是修习安忍之法。第二大点事实上就是这一品的关键的内容，就是修习，主要是要修习安忍，修习安忍之法。那怎么修习安忍之法呢？主要就是要探讨这个产生这个嗔的因，产生这个嗔恨的因，并且呢给予对治，把嗔的因对治了，就不起嗔心了，不起嗔心了，那安忍的修行啊也就成就了。那这一部分呢一共分为五大点，那么这个其中第四点它是一个重点。第四点就是细究嗔因存立及断除，就是探究，就是仔细的来分析关于能够引发我们产生嗔的因，各种能够产生嗔的因，以及对这个因呢如何的去断除。那我们昨天已经这个讲到关于这个就是三种忍，关于三种忍的修行，是安少苦忍、地刹法忍、
和关于赖言害人的修行。那昨天讲到如何呢，就是修地刹法忍。所谓修地刹法忍呢，就是从佛法的智慧来认识，就是关于这个人与人的这个对立矛盾，在人际关系中的对立和矛盾，从佛法的缘起的智慧啊，究竟呢应该怎么样的来看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来看这个问题。那吉天菩萨呢，在这个入论里边啊，主要是要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缘起的观察。我们知道这个缘起论是佛法，它是代表着佛法对世界对生命的一种认识的方式。我们的佛陀在菩提树下，他就是透过对缘起的观察，了解到生命轮回的规律。透过对缘起的观察，生命的缘起的观察，找到的轮回的源头，然后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所以佛法的基本的思想，基本的对世界的一种认识，那就是缘起论。佛陀经常讲，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世间灭。有因缘，这个具备的世间的各种现象稀里哗啦的就升起了，因缘败坏的世间的现象啊，就消失了。这是代表着佛法的认识世界的思想。这样的一种思想呢，事实上呢，是帮助我们了悟生命的真相，了悟世界的真相的关键所在。佛法的这个佛法的正见，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缘起论的基础上。佛法讲无常，讲无我，讲空，都离不开缘起，也就是透过对缘起的观察，才能真正了解到世间无常，世间无我，以及诸法无自性空。就是唯有透过缘起的观察得出的这样的一种正见，才是真正的正见，才是正确的，才是如实的。那么这个不同于印度这个传统宗教里边，比如说有关于神造论，神造论就是认为这个有这个大梵天啊，这个有这个主宰的神啊，创造的世界，也不同于偶然论或者宿命论。我们知道佛法是缘起论，缘起论是代表的佛法看世界的方式。那以这种缘起的智慧来观察我们这个世间的关系，世间的存在，所以佛法从这里边得出了一种无我，无我。
这个无我的智慧，在印度的这个宗教中啊，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智慧，是以佛陀的这种这个在这个菩提树下悟道，以这种深层的智慧所了解到的无我的真相。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有我的，都是有我的，比如有大我有小我，小我们就是灵魂，我就是有主宰，大我就是上帝，就是一个大我，是万能的，可以创造世界，创造万物，可以主宰一切。但是以佛法以这种缘起的智慧来观察，在这个缘起的世间啊，事实上你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我，找不到这样的一个长恒不变的一种主宰的力量，就是在这个世界，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找不到一种长恒不变的主宰的力量。那所以吉天菩萨呢，在这个《入菩萨行论》里边啊，他就引了印度当时有两派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就是素论派和圣论派。这两派的思想呢，经常在佛教的中观唯识的论点里边，也经常都会针对这两派的思想进行批判。那吉天菩萨在这里同样也引出了这两派的思想进行批判，以此来说明这个缘起无我的道理，缘起无我的道理。我们现在看这个第27颂，众喜有主施舍所谓我，主我不顾施，将生而生起。这个是我们看这个第二个上面有个写第二破称，就是这个称啊，破除称有自主性，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关于地察华人里边呢，就是第二条呢，就是要破除称有自主。我们前面讲呢，这个有情就像我们生病一样，不是谁没有谁愿意生病，但是我们却会生病，这是身体上的疾病。同样心理上的心病，内心的种种烦恼，它也是一种缘起。在这个缘起中，缘起的生命中啊，我们是充满着不能自主，就是你要升起嗔恨心，还是你要断除嗔恨心，你要熄灭嗔恨心，你想要让自己不要生气，或者你让自己要生气，其实你是做不了主的，你是做不了主的，你是不能自主啊！就是有情的生命其实是充满着不能自主。其实这个我们从现实生活中，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得到，就是我们面对我们内心的念头，我们面对我们内心的烦恼，其实我们是不能自主的。所以嗔的升起是没有自主，它是不能自主，是不能自主的。那么这个素论派的思想呢，他认为有一个自主的因，
有一个自主的因，这个自主的因呢，就是他们像这个数论派，他建立25地，就他把一切法分为25种。那么其中呢，有这个自性、神我、自性和神我。这个自性啊，这个自性呢，它跟这个有三种法啊，跟它合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能够生出23法，能生出23法。那它既有自主的作用，他认为，他一方面他认为这个自性啊，他是这个自性和神我，他是长恒不变，是长恒不变的。这个同时呢，他具有自主的作用，就是能生万法，具有自主的作用，能生万法。那现在呢，吉天菩萨他就以这种缘起的智慧来破除他们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观点。所以我们看这个寄送的内容，众喜有主，就是你这个主张就是数论派啊，他主张有一个自信，这个自信呢，它是具有自主的作用。首先它是长恒不变的，我们要记住这个前提，他们认为这个自信是长恒不变的，然后它所生的一切法是会产生变化的。那这个是自信。然后同时呢，他们也设立的神我。神我就是能够享受一切法，自信能生一切法，神我呢就是能享受一切法。那么自信跟神我它的共同点就是都是长恒不变，都是属于长恒不变。那这个论主呢，针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就给他们提出质疑。你说你的这个自性和神我它是长恒不变的，那么这个自性和神我，这个主和我，主就是具有自主的这个自性和这个神我，应该呢它是不顾思，就是它不会故意的想着我要升起什么，我要做什么，因为它是长恒不变的。就是这个长恒不变的这个神我啊，它不存在，就是我要升起，我要做什么，我要升起什么。这个道理就像什么呢？就像虚空，虚空是长恒不变的。这个长恒不变的虚空啊，它不会要想着我要做什么。如果想着我要做什么，那么它就是会变。它就是会变，既然不变，既然如果它是不变的话，它就不存在，这个它要想着要做什么，想着要做什么。所以说，就是这个主和这个我啊，它是不能够。他不应该是能够自主的能够想到我要升起什么，我要做什么。不生故 无果。如果他不生，他不会升起我要做什么，我要想着我要做什么，没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就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你没有做什么嘛，就没有因嘛，没有因就不会有结果。所以就是说，这个长恒不变的这个自性和神我，能够这个
这个自信啊，就是能够具有自主的作用，能够做什么，要就是能够升起嗔恨心，或者能够升起这个世界万象，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它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本身是长恒不变的，它是长恒不变的，就 不应该它能够变出这么多东西，它不应该能够想着它能我要变出这么多东西。如果能够变出这么多东西，那么说明它不是长恒不变的，它是会变化的，不是不变的。那么既然你说它是不变的，那你现在认为它又可以变出这个变出那个，就是这个观点啊本身就是矛盾，不能成立。那另外常我亦想果，一尽则恒上，彼执远不息。同样的，这个数论派他们认为这个常我啊，它的作用就是不断的去想造，就是这个自性造了万物，然后这个神我呢会去想造，去想造这个境界。那如果说这个神我它是不变的话，不变那就是想造是它的特点。那既然这个想造是它的特点，它不变了，那么它就变成是它永远都在想造某一些境界，不停的想造。不会停止的，就是说因为它是长恒不变的，它要不就是不会做，就是说那同样这个神我呢，它如果以享受作为它的特点，它又是长恒不变的，那么它的享受就会不停的在享受，就是不断的在享受同样的境，因为它是不变的，它就像设定了一个模式一样，就设定了这样的一个享受的模式，就是他会就是不停的在享受这些境界，而且这就是固定的享受这些境界，它是没有变化的。就是但事实上呢，我们在所缘的境界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的六根面对六尘的境界，其实呢这个我们的认识的心其实也在不断的变化，我们所面对的境界啊也在不断的变化，就是在我们的心相继的过程中，不可能存在我们就是永久的在享受某一个境界，不停的享受，永远的没有变化的，就是这种道理啊，事实上呢它是不成立的，不成立。那么这个主要是要破除这个数论派，他们认为这个就是有一个自主的因，一个自主的因。那因为从缘起的智慧来说，就是没有自主的因，就是一切都是缘起的存在，缘生缘灭，根本就是没有一种自主的因。我们讲要这个改变我们的生命啊，我们可以通过发心，我们可以通过发愿，我们现在有嗔恨心，比如说我们觉得自己有烦恼，我们能不能改变呢？当然我们如果有用智慧观察了之后，我们也是可以改变，但这种改变呢它是立足于缘起的角度来改变，不是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就是说脱离这种，不是脱离缘起的存在，不是脱离缘起的存在。像这种其他宗教的这个上帝创造万物，这个上帝在这个七天之内说啊，这个上帝说有光，要有光，就有光了。上帝觉得啊，应该有这个山河大地。山河大地就出现了，上帝觉得这个世界怎么样，这个应该搞两个人，做两个人出来，然后就捏出两个人出来，然后就是说这个呢他就是一种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不需要有条件，他不需要有条件，这个概念就是一个万能的概念，上帝是万能的，
就是他不需要具备条件，心里头想什么就要要什么，就会有什么。那不要什么，这个东西就没有了。就他可以完全靠他的这种意志、自主、绝对的，就是可以让它出现，让它消失，不需要借助任何条件。那佛法认为呢，这是不可能的。佛法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就是佛教，从佛教的角度来看，就是世界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就是要因缘具备的。比如说我们就像这个，你要种一片田地，你可能就要这个耕耘土地呀，要有树的苗啊，然后还要有相应的阳光啊、水分啊，那我们生命的出现，每一个众生的出现也都有它的业力，也都有它的这个业力，然后这种业力因缘成熟了，然后才能够招感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包括我们众生这个轮回，这个每一个生命的轮回啊，它也是代表着我们生命的一种因缘因果的延续。我们内在的这种迷惑啊、烦恼啊，以及我们造的业，然后这种业力呢，它推动着我们的轮回。然后我们了解到这个轮回规律之后，这个我们要解除轮回，解除轮回啊，我们也要从这个了解这个因缘，我们了解到这个轮回的因果是什么。我们了解到它的因果之后呢，然后我们去如何的通过修行去解除它的因，去对治它的因，把它的因解除了之后，然后轮回啊才会得以解脱。也就是说我们对世界的改变，事实上也是要立足于一个缘起的角度，改变了缘起，然后才改变了世界，改变了缘起，然后才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就是说这个不是属于那一种，就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啊，它是不能成立的，是不能成立的。所以佛法呢，就是以这种缘起论来破除这种，就是认为这个世界啊有自主，有长恒不变，从缘起就是无常。以缘起论来看世界，就是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一切有为法都是无我的。其实这个就是恰恰针对当时印度的外道，他们认为有常，有长恒不变的这个造物主，这个有长恒不变的灵魂，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长恒不变的灵魂，有长恒不变的造物主，这个创造这个世界，主宰着这个世界，有长恒不变的这个灵魂主宰着我们的生命，就是那以佛法的智慧来看，就是这种永恒以及这种长恒不变的自我根本就是不存在。所以佛陀这个提出的无常无我，无常无我。那这个这里讲到了这个是数论的思想，接下来就是讲到圣论。圣论呢，它也是一样，它同样也是提出了一个有这个长恒不变的我，他们认为有个长恒不变的这个我。这个我呢，就是它既有主宰嘛，我就是有主宰的作用，主宰可以主宰着我们的生命，就是
就是我想怎么样我就能怎么样。但事实上呢，佛教讲无我，它恰恰就是要否定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有认为有这样的一个主宰的生命，主宰的我。那我们看这个第29个颂，彼我若是常，无作如虚空，众议他言时，不动无变意。这个是吉天菩萨啊，对这个圣论外道的一个，就是给他提出质疑，反驳的意见，就是你认为这个我如果是常的话，我们现在看到了什么是常？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什么是常？那就是虚空是常。除了这个，在这个有违法的这个世界里边，除了虚空以外，别的都是无常变化。我们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虚空中存在的一切现象，都是无常变化的。那么你现在认为这个我如果是常的话，那么它就应该像虚空一样，虚空。众议他言时，不动如变意。就是如果是虚空的话，它是不会有任何的作用，它不会有任何的作用的，不会变出什么东西出来的。就是虚空，它是常的。这个常的就是不变的，不变，它就不可能不，它是不会变出任何东西出来的，不变。他是不会变出任何东西出来的。那现在圣论师他认为这个恒常不变的自我啊，这个恒常不变的自我，当他遇到一种寄生缘的时候，他能变出很多东西，但事实上他自己还是不变的。他提出这么一个观点，他提出这么一个观点。那吉天菩萨认为这个观点其实是有矛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如果是不变的，他怎么又能够变出这个变出万物，他怎么又能产生作用呢？所以下面呢，一个颂，第30个颂就是：坐时亦如前，则坐有何用？坐时亦如前，就是圣论师的观点，就是坐的时候虽然是坐了，虽然产生作用了，但事实上他自己还是不变。他可以产生嗔心啊，产生贪心啊，他可以做出很多事情出来啊，但他自己还是不变的。那这个观点啊，事实上他是有问题的。所以这里说，坐时亦如前，则坐有何用？为作用即此，我坐何相干？这个吉天菩萨就质疑的，就质疑他。既然他是不变的，那么他遇到缘产生作用，那么这个作用呢，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本身是不变的，他本身是不做的，他本身他自己是不做的。那你这个缘做出来的跟他有什么关系？他跟他是没有关系的。那这个圣论师呢，他就提出他的观点，他说这就是他的特点，就是他既能不变，但是又能够这个跟缘具备的时候，他又能够做出很多东西出来，这就是他的特点，这就是他的不可思议的特点。那这个吉天菩萨就进一步说了，这个那如果说他本身不变不做，那其他那个做出来其实跟他是没有相关的。就像我们讲这个经论里边啊，经常会举的一个例子叫做死女，就是不能生孩子的，可能死女可能就是指那种不能生孩子的女人，
或者说就像石头一样的，这个是这个你，它的性质就是不能生的。但你现在说因为遇到某个条件生出来的，那其实生出来跟它还是没有关系，因为它本身就是不能生的。就是所以这个内容呢，最主要还是要否定，就是有这么一个长恒不变的这个我。这个我呢，它具有这种自主，具有自主的功能。因为以缘起论来看，就是我们在这个缘起的生命中根本就没有这个长恒不变的自我。同时呢，缘起的生命呢，它是充满着不能自主，它是充满着不能自主。那么这些呢，就是每个人啊，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生命来观察，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生命来观察，就是我们的缘起的生命，我们是这个充满着这个不能自主。那么这个主要还是破除，就是破除这个，就是这个嗔恨心，嗔和嗔者，它具有自主的作用，嗔和嗔者是具有自主的作用，就是嗔和嗔者，它是没有自主的作用，因为没有自主的作用，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面对这种嗔者，升起嗔恨心的时候，那我们呢，我们才能升起同情之心。如果我们觉得它是具有自主的作用，那自主的作用呢，跟没有自主的作用，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如果它具有自主的作用，那就是它曾经跟你过意不去，对吧？因为它可以嗔恨，它也可以不嗔恨。他可以伤害你，他也可以不伤害你。但事实上，这个凡夫啊，被这种嗔恨心控制的时候，他根本就是身不由己。他根本就是身不由己。所以破除这种就是嗔者具有自主的作用啊，事实上就是要帮助我们解除这种对立的心理，是要帮助我们解除这种对立的心理。然后呢，对这个嗔者啊，我们会升起一种同情的心理，同情心，升起同情心，就是所以这个。所以这个破斥啊，其实我觉得它不仅仅破斥的是数论外道、圣论外道，也破斥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的想法，对吧？其实不仅仅这个数论外道和圣论外道有这样的观点，其实我们所有的凡夫可能都有这种观点，你们说对不对？我们所有的凡夫都有这种观点，我们所有的凡夫都会觉得我有一个自主的我的生命我做主，我的事情我说了算，我喜欢怎么样，一般人觉得生气的时候是我在生气，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世界上人都是这么想，一般人都是这么想的，对吧？就是多数人他始终觉得，在我的生命里边是有一个我在主宰的，是由我说了算的。这个是这种看法，其实是非常的普遍。就是我们认为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长恒不变的我，
然后呢，我的生命是我说了算，我是可以自主的，我的事情我说了算，对吧？这个看法很普遍啊，我觉得不是数论胜论外道有这个思想呀，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思想，但是这个思想呢，其实是极大的错误。其实我们既没有，我们的生命中既没有长恒不变的自我，也没有我们的生命也充满着不能自主。这个只有通过缘起的智慧来观察，我们才能看得清楚，我们的生命其实是一，它是缘起，是各种想法和各种情绪的组合。我们经常在讲，我说生命是什么？我说生命就是一大堆错误的想法，再加上一大堆混乱的情绪，就是在一大堆错误的想法和混乱的情绪中，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一个我，同时呢，根本就是不能自主。所以呢，吉天菩萨在这里其实不仅仅是破斥的这个数论和胜论的外道，同时也破斥的我们所有的凡夫啊所拥有的这种知见。这个破斥其实很重要，因为正是这种错误的知见是我们产生嗔恨心的源头。我们为什么面对别人的伤害我们会升起极大的嗔恨心？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觉得对方他就是一个长恒不变的实体，他的所有的行为他都要负责任，他的所有的行为他都是具有自主性的。我们始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始终都隐藏着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设定，因为这种错误的设定啊，使得我们当被别人伤害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升起这种嗔恨对立的心理。如果我们改变了这种看法，我们知道对方只是一个缘起的存在，他的行为其实他是不能自主的。我想我们的想法，我们面对伤害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很快就会改变了。所以这个就是吉天菩萨的对数论胜论的批判啊，它是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非常现实的意义。那接下来第三十二颂，是故一切法依他非自主，知以不应称，如幻如化是。所以这个就是总结一下，所以说一切法都是缘起法。那么一切缘起法呢，都是因缘和合，在唯识里面叫做依他起，依他就是依赖各种条件，依他就是他就是条件，依赖各种条件因缘和合的不能自主，就是由条件决定它的存在，由条件决定它的成败。所以说它是不能够自主的。那么落实到现实中，就是每一个生命都是充满着不能自主，每个生命都不能自主。那么我们了解到这个道理之后呢，知以不应称，我们了解到这个道理，所以当我们面对别人的伤害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生起嗔恨之心，因为对方他是不能自主的，因为对方他是没有能力来
负责他的行为，对方他的行为他是不能自主的，他的行为是不能自主的。其实很多人啊，他在生气的时候啊，其实他是处在一种被嗔恨心催眠的状态，他自己的行为啊他是不清楚的。有的人可能生气的时候可能抡起棒子当下可能就打死人，这种现象也不少啊。有的人被诱惑的时候他稀里糊涂的去做出很多事情，其实在这个行为里边啊，他的神智不是很清醒，他是被某一种烦恼控制了，被某一种烦恼给催眠了，他根本就是不能自主，因为没有修行嘛，没有强大的观照力嘛。当你陷入到这个烦恼中的时候，你根本就是迷迷糊糊的。那么我们了解到这个道理之后呢，就是知以不应称，如幻如化时，一切都是如幻如化，因缘和合，如化如，如幻如。如化如化就很虚幻，就是一切都是条件的假象，一切都是条件的假象。我们要把它看清楚，看清楚之后呢，我们面对这些伤害，我们就不会太执着，就不会太在意，同时我们也就不会升起对立的心态，我们用一份同情心、同理心，我们就不会有对立的心态。那同时呢，我们就能够接纳。其实这里在最关键的就是帮助我们培养一种，当别人对我们伤害的时候，我们能够去接纳他，因为我们理解的，我们了解到这个对我们的伤害的真正的情况、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就能够接纳这样的一种行为，而不是呢用一种对立的行为。对立就是一种碰撞，嗔恨心跟嗔恨心碰撞的过程中啊，它被刺激了之后，疼痛的这个嗔恨心就在增长，那两个东西碰撞，碰撞一定会产生疼痛，在疼痛的过程中嗔恨心就会飞快的成长。但是我们现在接纳了就不碰撞了，当我们不碰撞了，我们就不疼痛，就没那么痛，甚至不痛，一点都不痛。所以我们讲真正的忍，事实上是忍无可忍，没有什么好忍的，所以讲为什么叫安忍，就是你安然的接受，你的内心啊没有冲突，你面对这样的一种冤家，一种伤害，你理解的你就接受了。然后接受了之后呢，我们再学会用智慧去处理，用慈悲去处理这个事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到这个第三点，就是嗔虽如幻能息断，就是地差法忍的第三点。这个第三点就是告诉我们，嗔，这个嗔心啊，这个有人就说了，那你说这个嗔恨心，以及这个人际在人际关系中这个冲突的事件，它是如幻如化的，只是一种条件的假象。那这种既然是条件的假象，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断它呢？它是条件假象嘛，这个。那这个吉田菩萨对这个问题就要做回答。由谁除何嗔？除嗔不应理，嗔除诸苦灭，故非不应理。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缘起无我，两个人的冲突，这里面只是两种缘起的现象在冲突，就是两种缘起的现象，两种缘起的存在，就是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缘起的存在，这两个缘起的存在发生冲突。那既然是这个两个缘起的存在在发生冲突，那么到底
由谁来除这个嗔呢？你说既然没有主宰呀，到底谁来除这个嗔呢？那么既然这个缘起的现象都是如幻如化的，那干嘛还要去除这个嗔干嘛呢？既然是如幻如化嘛，除都不用除了，没什么，它本身就是一种假象，那就让它去嗔好了。这里呢，吉天菩萨给了一个非常这个简明的回答，一个非常简明的回答。他在这里不，吉天菩萨就没有讲很多的道理。他讲的是可以，他讲的这个道理，我们就直接可以根据我们的现实来理解。嗔除诸苦灭，故非不应理。虽然是缘起的，每一个生命虽然是缘起的存在，但是当你的嗔心升起的时候，你的生命就燃烧，你的生命就会充满着焦虑、痛苦、烦恼，就是嗔恨心会给你的生命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也会给别人的生命带来无穷无尽的伤害。这个结果，这样的一种现实啊，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说不说每个人都知道。那我们除嗔的意义在哪里呢？除嗔的意义就是在消除嗔恨心，那就意味着可以消除嗔恨心带来的所有的痛苦。消除嗔恨心所带来的痛苦。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故非不应理。所以说呢，这个消除嗔恨心啊，并不是不符合道理，并不是不符合道理，而是说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摆脱嗔恨心带来的痛苦和烦恼，那我们必须要消除嗔恨心，就是我们生命一种离苦得乐的角度来说，它是有这个需要的，不是没这个需要的。就是以上呢，就是对这个关于地刹法忍，修这个地刹法忍，地刹法忍就是从缘起的这个智慧来观察这样的一种嗔恨的现象，帮助我们正确的这个认识嗔恨。那么下面有两个偈颂来对这个内容在这个做一下总结哈。第三十三颂，故见烟火轻，非礼万家害，失此乃人生，少之甘如雨。所以我们看到冤家或者看到亲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这个生命就是一个缘起的存在，人际关系呢，它也是一种缘起的关系，也是一种缘起的关系。但是这些缘啊，确实呢，它有善缘，有恶缘，那这些缘在一起的时候啊，它会产生很多的这个矛盾啊、冲突啊。所以在这个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中，我们看到了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纷争，种族与种族之间的纷争，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纷争，然后还有这些比如一个村落跟另外一个村落啊，或者跟这个人跟那个人啊，就是世代结下了这个冤仇啊，这种冤仇啊。那么因为这个冤仇呢，这个他就会彼此之间就会造成很多伤害，乃至包括一个家庭里边，就是亲人，亲人与亲人之间，比如兄弟姐妹啊、夫妇啊，这个这些关系啊，就是经常一个家庭呢，这个在一起啊，
就是彼此之间就是他会不断的互相折磨啊，就是每天就是互相折磨。所以这个无明烦恼的中的众生啊，这个就是一方面就是不断的折磨自己，然后折磨自己到互相跟别人互相折磨，就是很多人啊，这个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吵架，那可能是一种互相折磨，然后彼此之间在一起喝酒，他也是互相折磨，这个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样很不好，但是呢，大家好像都要这么去干呢，这就是烦恼，这就是无明，这就是烦恼。那人在这样的一种无明烦恼中呢，就是他往往身不由己，无明中的众生啊，他是身不由己的。那现在呢，我们学了这种佛法的智慧之后，我们已经了解到了缘起，我们也找到了这个相互折磨的根源在哪里，找到了这种 相互的折磨的根源。所以不管面对冤家还是面对亲人，他对我们的这种非礼万加害，就是非礼加害，就是不符合道理的给予你啊各种伤害呀，这个伤害呢，有的时候可能是用关心的方式，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用这种这个伤害的方式，不管是用关心的方式还是用伤害的方式，给你带来的种种伤害，就是给你带来的各种伤害。那我们要以缘起去观察，这些啊都是缘生的，都是因缘和合的。那因缘和合的关键在哪里呢？因缘和合的关键也在于，就是对方啊，这个伤害我们的人，事实上他是不能自主的，他的行为是不自主的，他的行为是不自主的，这个很关键。伤害我们的人，他的行为是不自主的，是不能自主的。那了解到不能自主，同时也了解到这些啊也有我们自己业力的成分，我们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啊，其实也有我们自己业力的成分。了解了之后啊，少之甘如饴，我们就会欣然的去接纳它，不会对立。当我们能够欣然接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产生对立，我们的心就不会陷入到对立的状态里。当我们不会陷入到对立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用冷静的、用智慧的来面对这些事情。我们会宽容，我们甚至还会对他升起慈悲心。在宽容和慈悲中，那么这些嗔恨心啊就会被化解掉。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同样也陷入到嗔恨心中，嗔恨心跟嗔恨心会不断的碰撞，在碰撞的过程中它会疼痛，疼痛的过程中它会加剧这种嗔恨，最后两个嗔恨就会越来越大，就是那么两种嗔恨越来越大，结果就造成彼此的伤害啊就会越来越深。